所以讲，咱家己去
拢会现注意，但是咧，爱过来拜拜拜
人情冷暖，切莫相比。啊，人情的冷暖，啊，因为这人情的冷暖，注定的代志，啊，都好啊，过来都，伊会当大家都顺，哦，万事如意啊，哦，这是讲来是祝福人的当中，哦，啊，祝你万事如意，事事顺意。但是到尾呾个有障碍啊，啊，有的时啊吼，来讲吼，你目屎拢吐白来，啊，拄着鬼困。拄着伊要困觉的时阵，哦，你当中的事实嘞，有来时啊愤愤不平，有来时啊脾气就起来，哦，有来时啊吼，安怎都安怎，哦，有较严重的吼，有来时啊，有够嘞，乱糟糟，你看，哦，人讲生病即款大忧啊，生活代志的当中，就是个星星燎火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。诶，太诶，伊国无即款咧大火烧，吼，十偌万人去灭咧。伊看迄森林大火灾，迄嘛是对迄个星星之火还是引起的？伊看咧，伊看有所损咧。啊，咱个脾气无变咯，反而咱个脾气若发开，咱是迄个大火烧伤咧。一发不可收拾咧，迄真正无法度控制台，我伫倒跑，我伫跑烂，十偌万人，你若看伊反应偌大吗？飞机来咧救人哦，然后杯水车薪，车薪迄落开台车，迄落会火哦，发火来哦，迄落是后生到尾来火花，够可能，毋是水不够流量，是足少，伊是讲伊上火少啊，伊若水较大咧，当然伊嘛会当较大火咯。啊，所以讲咧，我咧脾气咧就是咧冷性，有些火开是个火性。不可持续，所以讲爱甲合伙，爱甲啊，看顾好好势哦。所以讲咧，咱世间诶代志，当然咧有作势，哦，有不注意，哦，事诶，哦，啊，即当中咱拢爱去面对，哦，啊，咱嘛理想，咱迄个咱时期哦，太太无啦，迄阵啊，咱爱情。所以讲，咱若变做爱心话吼，咱就当面对做侪兄弟姊妹，伊咧较艰苦的吼，较可怜，哦，到时到时，看咧你拢会心酸，哦，看咧你的同情心就会走出来，看咧你的七分之心会变露出来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咱的心，咱本然之心，咱本来就有的心会发出来，这叫做良心，这叫做佛心，哦，迄王太太。啊，实际讲伊个做工，啊，嘛是呾伊可怜的吼，哦，啊，伊有一个小笑，安尼，哦，做到外头啊，哦，迄落爱人生，爱人个，迄个生活我也蛮爱料理，迄个物件袂散嘞，食咧，要食就个人个料理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爱生一大堆孙嘞，啊，搁家庭，有呾讲吼，不如伊够生啊。我孙拢细细，当然要饲啊。今日是坐吼，是只吼家庭啊，好不客吼。哦，人讲吼阿妈足足忝，毋是做阿妈有条件，要足忝的吼。所以讲话，咱来咱水感常常看看，是个爱心话吼，拄着吼。对啊，你起码咱啊，你做副处长吼，起码咱有些这个爱心话一点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一点人有可怜。咱会当记者，从咱爱心甲付出，是毋是哦？咱来当中，咱度人救人，哦，这方便，这绝对有方便。所以讲，咱是咱来爱，爱大家，散落出去，哦，散落出去，就叫咱哦，咱来爱咱的家己的子女，子女家己的孙仔孝顺，像咱弟兄们都跟咱的子女爱。所以讲咧，这个当中，真正咱有爱。现在咱知影，哇，咱两个做幸福，啊，去做家长，啊，这真正不礼拜，真正不礼拜。实际上，你若看愈济，哦，当然的，你的，啊，当然你的见识愈济，了解愈济。所以讲，挑剔，挑剔的多字啊，哦，挑剔就是讲吼，而且，啊，不是有所好闲，实际上就是讲有量生死。哦，人讲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哦，咱拢是苦海一个众生，啊，而且
在游龙条件以前那个时代，哦，啊，佮你只要卖嘛，佮你只要热的，佮你只要奇奇怪怪的，可以让我来变受伤，哦，啊，破坏股票，这是一个是破坏，啊，为着来讲三界不安，游龙飞天，三界啊，你这世界当中，你这六界，七界五种，五七界五种，五六界这当中的，这三界的地当中不安呐。只有是差不多咱迄个哦，咱迄个讲师讲，林庆谦来是做起天神啊，做先会当先起天神，但是无法用用个恩惠伊个福气，啊，一个当中哦，伊有这个道，伊到尾来可以轮回转世，啊，轮回转世也不容易，这世间我不容易去破坏三界内底，哦，不得来讲去三界不安呢，会当只是安稳呢，唔只好花钱来讲。五车六车五车，啊！而且最熟悉的大面车，你甲咱引导咧，哦，迄是欢迎之欢。所以讲咧，伊最终咱就是用着最熟悉的法门，变做咱大法大巧。咱这个是卖英雄气啊！哦，所以讲迄是不得做心的啊！哦，因为咱今时今日分的哦，三千年之分，又是法门分，是因为法。相对于咱的姊妹，啊，因我们学习完，伊还是在学佛法，哦，修法，伊还有闻到什么，找到我们了解，哦，安尼啦，哦，得心爱天启呀，所以讲咱就得念人心、真心，咱的本心、良心、爱天启，咱家己也良心发现，哦，爱天启，咱的本心会使改变，哦，会使改变。所以讲咧，道心重要了，哦，就是佛心哦。所以讲爱坚持，哦，爱不变，哦，慧中在念，慧中在念，慧好无畏，慧中在念，慧就是这个苦海当中，就是迄个莲花出去无依依不掉，啊，迄莲花开啊足水无哦，迄莲花哦生在无依当中，啊，无依就是那些。我哋家己形容，我起码就是苦海，苦海咪当心情苦，爱当化为莲花苞。哦，苦海咱也当遵循着因果因果论，遵循着三处四境五轮八调，三宝五常安尼当中，咱有哪会当从这个世间苦海变心情苦啊？我哋是着用慧中在莲花化无为，咱咪当。因为咱咧修的，就是讲吼，恁修的，就是讲道行天上，行老人家，其实就是只手有个的，唔是咧，哦，离开这个世间，只手有个，是咱这个部分，哦，伊受了的时阵，伊来原来是得汉的，得汉伊来出世，哦，伊嘛是混的，伊原来是佛性，我原来是要的手有个的时，伊是得汉的。啊！伊发心来献上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伊受了当中，哦，伊嘛大人做事，开始是在世咯，请这修经，哦，伊做这边个，啊，伊这小这边，还有去玩小小舞，其实伊心点心无点，伊个自性良心伊，哦，做定定，哦，做清楚，哦，伊道心无改无改变。坚持到底，成就哦，咱的最高学问哦，在世都成就学问啊，成就信心啊，哦，咱是讲无伊当时是咱来成功，伊就是有做这些度人救人的一个工作，哦，伊分得伊分的各位就是人间已经证明，哦，不是当年是那老母娘那句话不是这样，哦，其实咱是慢慢慢慢。那么当好好的结果不在这些上，但是嘛想过去就有了。三德大概颇多，哦，你看功德，其实咱啊，哦，嘴啊开，德心拢开大堆啊，脚啊行，德心开三平。啊，啥咱迄个记忆的本功哦，咱了真真，哦，伊就爱办事，啊，后面嘛做得意啊，哦，你开大堆，你开三平，个人也心。不然他行，不然自然过，哦，是安尼。看咱那个字哦，这足重要。看
乐心，哦，安乐心。希望你有通个实际会晓哦，哦，最主要是讲咱修道爱修个底，哦，当然两个作势个代志，哦，因为唯有坎坎坷坷天天，哦，八回拄着不如意，哦，当然这种可能实际，咱修道个气节会使改变，哦，修道个气节会使改变，哦，你看迄个。啊！一阵冰川转流，咱孔夫子游到印度的时阵，哦，拄着考验足大，面临着生死攸关，拢讲归困来阿海啊！这个报道传出大波都引走拢种起来，含性命啊都危了。啊，苏罗呢就来见啊孔老夫子，讲修得君子一定强吼，修得一个啊，修得修到咧当中。遇到这大一个考验，哦，啊，你面对这大一个考验，分数也够强哦，孔老师来讲哦，分数过强，小人强输难敌，哦，分数爱过修那个功夫，爱修着那个心得会使改变，修得气质绝对会使改变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啊，那小人呢？无修的人，伊到尾伊就变质，哦，拄着环境的一个转变，人事物的一个转变，哦，伊就失去迄修道的一个啥，伊本来的初衷，伊该那个修行，哦，伊的方向目标，到尾呢也到啥，归路了，哦，真正到归路呢，所以讲呢，业主来讲，上下高薪利益不为。上下高手伊啊，伫迄个地，伊出现上地啦。哦，伊见迄个牛羊的时阵，我看啊，你讲有啥物对阮国教利益？呵呵呵，了，李文柱了来讲，敢若有仁义义义，红可比法义啊。哦，我敢若有仁义道德尔，若要讲来仁义就是道德嘛。哦，我无咧讲迄个是非的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上下拢也是为了迄个利益，自心自。啊，咱这个国家做危险、做危急的，啊，是咱过去，啊，迄日本啊，日本吼，啊，日本你知道伫咧核灾的时阵，地震哇，啊，引起迄个辐射发酵，迄个听人讲讲可能会崩的，你是做危险，迄个了咧夜段较北条的咧，伊迄辐射外泄是去大海，迄种到底叫辐射到底海，啊，鱼啊都。中了迄辐射，打来起来，咱会救命的。所以讲，迄是危险的代志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只能台湾呢，哦，大家拢，做良心的心呢，我发起。哦，你看，咱即摆，困难呢，对咱台湾做高温呢，感谢呢，但是咱有比较闲，啊，无亲戚，付出点点多。所以讲呢，你看，关注，哦，普遍的收入，帮忙，哦，所以讲呢。咱若讲做人为快乐之本，咱做人的当中，做一个国家，你看一个国家，一个人民，有哪会来笑了？哦，有哪会来出高温？所以讲呢，只要咱来行，哦，做对的代志，我们先讲，爱做对的代志，不是干咱做代志做好了。所以讲做对的代志，都比做好较重要，哦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目标确定。哦，修道期间未使改变，也未使意志消极。哦，咱相信道心比真的明心。哦，这条路对，哦，真的，咱从边来继续行。哦，无论面对着种种的考验，哦，咱都爱做化解。哦，化解。人生本来就是出戏，但是安尼，人生拢是出戏，咱拢是安尼观念上用。一个啥反应？啊，所以讲角色，咱每一个人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关系来，哦，大多好爱讲讲我，咱伫家庭，哦，伫外口社会，咱爱扮演一个应该爱扮演的一个角色，安尼就是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，啊，不是单单的这是人道方面，这是。
收到迄个自然的关系，啊，迄个是啥？应该做的分段。啊，来就是培养大义这条，来就是爱扮演着咱应该要演一个菩萨，不能一个情绪，伊的心，迄个爱心爱要演出来。啊，无变哪会当哦？多受天上命老天，但变哪会当无重用牌？哦，你要看较早关系变多。虽然你生在乱世啊，哦，未过好以后，互你生了嘛，互你食斋饭，伊也成本啊，倒好奇怪啊！伊心魔上是着咧，伊爱了解伊迄乱世当中生出一大咧，伊是一个军人。你看伊啊，伊当伊个身人就已经回乡轻枪咧，到拜咧，就咧到拜啊，就咧观世菩萨，啊啊观世音咧，就咧往咧到拜。伊就天才，啊，所以讲咧，是，伊是啊，仁义不分，戒定不分，是伊是咧，哦，一点啊都无，哦，都无，实在不虚咧，哦，不是虚伪咧，是实实在在咧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你看佛菩萨咧，你看伊咱法轮寺之修啊，八位法轮寺，文殊的法轮寺内底，伊是为修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啊，伊有一个啥，正体参天的一个法相，有无？哦，所以讲咧，有法变化这邪魔，获得这物件，当然一定有伊的正体存在啊。哦，伊就是咱民俗说讲，破坏何物正体，感谢咧。啊，阮嘛有破坏何物正体，啊，他有法度心张，他无法改变出来伊的需要。需要靠调的，咱过境是点点袂出来，咱爱感受家己，咱爱用在心在，或者按基本成分，儒家来讲爱修啥，修心内底有啥，基本第一成正心，这四项内将对咱修心的啥，即个功课，伊的一个法门，咱这四项的对咱修心，啊，咱修心来当做最高嘞。哦，阿麦讲啥，坐甲地头平平啊，所以对修心开始做这四项功课，哦，也果如非尽。啊，根本是叫一菩萨，伊是咱使用啊，先利用伊修持坚定，伊心地心主心主缘，就用心三宝消炎。哦，啊，多咧告诉讲的是贪嗔痴嘛，啊，贪嗔痴就是咧一菩萨用使用，即、這个物件伫清净经果子内，你去摆脱啊，不清楚。这种感悟啊，是一个呢，种感悟哦。很多后来讲，了解他们的心，什么是感悟？就是莫在打哦，见到我的这个心嘛，啊，就是意嘛。一家变有哪一变呢？从三中起来，一家变就是变来的，因为一家变就是啊，你的金融天色当中，关键我才讲你多少蛋，蛋是出金的啦。哦，伊啊来看，对伊去出经，结果伊啊唔知影吼，从三双起来只变大白只，啊是关心菩萨来拜拜讲，安尼好，伊啊变做伊只变哦，从三双起来，哦伊只个姨妈，所以只变是变哦，哦，但是咱咧咱咧伊讲袂变，哎呀，心里有奈三心两意太难变，所以讲爱一心一意，会使三心两意，三心两意，安尼咧。无法度清醒，哦，灌入伊个良心，哦，无法度清醒灌注，我也是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心灵来加足济，哦，加足济，咱也好啊，变强强，咱就当咧，哦，了若浮尘，哦，知影咱心的一个造用。所以讲人心本来就是出去，哦，有阵时啊，咸鱼啊，鱼皮顶，咸鱼啊，鱼皮下，哦，也是安尼，啊，咸鱼啊，鱼皮。气地头前个面，气地后边，哦，就所以讲咧，咱人本来就是出气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较早不起来呀，啊，变官吏、钱气呀，变穷逼，咱人拢会得失不干。得到书了。Thank you.
15天，悲欢离合，这就是咱人人生拢爱经过，拢会有些拄着。哦，有无？哦，这种是面对生离死别的痛苦，哦，做艰苦嘞，发大苦，你哦，求不得苦，哇，所以咧，我反正为苦，所以我对伊有够济咯，啊，都是大苦，哦，有无？哦，生老病死，生也艰苦，老也艰苦，像我即满就讲是，我伊感觉咧要。哈哈哈！哈，哎，叫也好，说叫也好，这辛苦哦，比少年人家都用嘛，真正。其实你过来十年啊，本来就足久啊，所以讲呢，起码你就感觉讲哦，哦，然后呢，啊，那个，真正哦，这样的安怎，较早也无感觉，啊，但到起码是安尼哦，去过来十年，起码就感觉哇，这个真正，有咱差不多，有咱做的都是，你同咱工作沟通。所以讲咧，我要经过一个时，一个那是伊，伊讲十到十外，是伊那需要个哦，那个能力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即马咱教我咧练吼，刚刚我咧做啥物事？所以讲咧，真正哦，人生一出世一变的当中，咱真正爱多发展发展，我看讲爱修我的发展，先地面真多，修好势，变个是有真多利息。所以讲咧，人多做冰箱，咱师傅嘛讲，多做冰箱，做冰箱的代志，哦，后来啥冰，做冰箱的代志，做袂好势，这就是咱咧翻用自身，好好调整咱家己，话咱是，哦，世间多因我咧富贵，哦，达到好我咧万事顺，富贵啊，金玉官道自由秀，富贵以交自。这是道德经内底，因个观众来拢爱，我爱一个坐坐喺个影面，哦，一个对面对面朋友个，哦，我见识着啥样个鬼过来演看，你讲是啥？你拢是假笑个，哦，我甲讲哦，较早迄个油条年代当中，皇帝在嘛地方地头上面，不靠有三世，对啊，啊是迄小巫见大巫命，哦，互你王爷敬。哦，嘛是迄呐，迄种是啥？哦，迄种生活基本尔。哦，拢是伫实伫实中间尔，伊免欢喜心嘛，免悲伤，咱爱情遐是好。啊无哦，有阵时啊，做侪选择间，无了自己，迷失自己。哦，看甲是重要，啊，看愈重要，像执着就愈重。啊，执着愈重当中，失去的心哇，很痛苦。哦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咱个啊，甚至个师傅嘛是伊个，哦，一工有来几日条，伊四百块空，哦，四百块空啊，这物件毋是咱个当时时去讲个当重要，哦，所以讲咱个真正啊，认好心，看面，啊，看是清楚，安尼哦，咱看个是种思路，哦，咱爱用个使用，心情有认真甲实用个，咱若即是。即种个迄个当中啊，哦，一工失去个，即个买落来，我帮伊上好一万块，咱是到来做个，叫普通个，普通个，然后就是叫做高班，高配置，反正不了解拢袂贵。哦，那是啊，特别好个，迄个较早个刚收过个，啊，变一台变准啊，卡个，啊，拄着去外口个。啊，开几工啊？啊，第二个第二款子，啊，你着一台车，买一台新车，即种迄台车呢，放袂落啊，哦，现收租嘞，真正现收租。啊，伊老无拢卖啦，吼，当然咱卖迄个外迄个房了，卖个外迄个迄个一栋了，啊，伊继续新生做厝仔，到时嘞，哦，伊有变变的厝仔，哦，所以讲嘞，伊的收来嘞，真正爱啊。哪里敢做多事？是不是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咱若看的话，话咧，识别好，咱咧就进入这当中。哦，即出戏咱人生的当中，应该有苦痛，啊，是咧讲话有苦痛哦，有苦未了咧，真正拢痛苦的，哦，嚎嚎啼啼，伊
官呐，第一金丝官呐，收的头，收的花，哦，安尼第一官通过，一收就是做事。啊，来就是啥物官，男女官，哦，男官来当中，你看为了为了钱，为了来当中派来派去，我哎，今年双目蛮收啦，哦，所以讲变这个事哦，卖卖烟的吼，烟袂好势，佮变这个官，啊，变这个官。这个做面因果，这个心情是一个难的，煞袂完啊，煞袂煞呢，是不是煞袂是谁的官来煞？哇，心情袂完袂了，你看，还是足痛苦。啊，来咱来当做呢，就是生死关，哦，那个讲是讲，哦，这是讲个超生死法的，讲超生死法的会较好，变跳脱较困难，哦。贪心怕死啊！袂生，就是袂死啊！啊，他真是用的哦，伊是讲我做皇帝已经三国归统啊，哦，所以讲世界拢叫伊统一。只有咱知影吼，就把你平时个哦对吼，啊你个看伊到尾伊然后发觉是哇嗨，到尾时间是飘飘嘞，讲无法通飘个拢啊，人个死拢一达无常万事休啊，无常变啊来的时阵我啥物拢没有啊，双手嘛爱空空嘞，可能世界拥有世界财产，不到去是因不有天啊，你看到尾嘛是别人个，目睭皮。拢空空，伊有面对着安尼当中，伊有啥物？伊若看伊个工人，无如何要去啥？伊有迄个终身困扰需要个，伊看伊敢有遇着？啊，未遇着个时阵，人已经再见啦，再见啦！所以讲，你看到啊，有到啊，哦，变做变大字都爱等于伊个一个身上小巫见到你，所以讲个爱不用心。树立不亡为之修，就顶经咧，多处来讲，死不亡为之修。啥物死不亡，就是精神不变，就是咱啊做事以后，咱观世菩萨头摆部分，交咱这个部分，爱精神不变，不变咧，不垢不净咧。啊，你精神不变，就是爱摆布施功啦，就爱多修天修，就爱一定爱勤修习。哦，种着迄个果，种着迄个果位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卖当安尼，因为这辛苦一时，几十工会了，一定会消灭，一定会灭掉。当然咧，爱用这个有形的换取无形，有形的，哦，有形换取有形的。所以讲咧，咱看咱安怎来做。所以讲咧，咱拢既生就惊死，有生就惊死，太惊死。因为咱老修的时阵，在到外面等，足简单嘞。啊，有人写这个到死的当中，生死观无法有办法，就是哦，接着迄个生，爱有死咧相对的嘛，有生就有死，接着迄个生无爱死啊。因为我拥有所有的，我生的时，我生命伫的时，我啥物拢我的啊，哦，物件啊，财产啊，哦，迄个厝地啊。哦，在三界所有拢我拥有，啊，我死嘛就摕我，落别人诶，你着会一个失落感。所以讲，咱着修行，咱着自然会去突破一点，咱着看会开，放袂落。啊，无放袂落咧，啊，放袂落咱大点方式，或许会去达标诶，但是感觉达袂标啊。我知影讲，但无常，但自修啊，真正是拢爱放掉咧，哦，洒扫死。对啊，好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即个啥，目睭金金是人拢伊个，但是目睭人个拢是别人，吼、哦，咱来认清一点，所以咪先放心怕输，咱若有心就先别讲，不有恐怖，反而颠倒无相就比较好，哦，咱来反而颠倒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得会先先调迄个，哦，生个当中，咱就袂有恐怖的心，咱就袂惊，面对死咱就袂惊。哦，是咱老先生，你看，哦，沙陀枪毙，告老还乡，哦，和顶个啥，
哦，伊嘛感觉哦，做这条嘞哦，以其所，所以讲伊讲，心以所啊，使得其所。但是有天理无嘛，有重义派散，哦，是咧单性观，迄、那个人性观咧，你看，伊死咧做意义，敢是伊咧为了救人，舍己救人啊，下地救人的当中，伊的啥精神就留落来，哦，伊就有成就啊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哦，咱人是一点心，咱为了一点心，啊有生出来，哦，是咧，见精神就会锻炼出来。哦，从世间无永远的富贵啊，哦，老师家己提示讲，无永远的富贵，嘛无永远的贫贱咧，是这样的，富贵贫贱，哦，当然咧，迄拢是咱过去所做的一个因缘世界果，哦，咱嘛当再做迄个来世果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一个咧，咱拢有当去甲运用。所以讲咧，富贵那是富贵，那是昙花一现的啦吼。老无永远的花蕊，哦，咱来思考一下，这当中较早少年家咧，表面做樱桃，较早咧美丽的吼，水的，哦，啊，当然咧，这水我咧一个转变，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哦，咱这啥呢？种种的改变，咱一定爱了解一点。修道爱名利，苦恶不谈天。哦，名利就是讲咱爱知影安怎修道一个啥，伊个方法、伊个目标、方向。哦，咱来看清。哦，咱若无名利，马来西亚嘞，哦，会影响着别人。啊，若有名利，嘛会影响别人。哦，嘛会影响别人。当然，这是正面的啦。啊，苦后变甘甜，苦尽甘来啊！来讲，哦，苦甘呐，哦，头啊是苦，但是后壁是甘甜会演变出来。哦，咱有阵时啊，哦，虽然咱的奉献对家庭的奉献，啊，哦，卖完一个心。所以讲咧，有阵时啊，咱应对家庭的一个方面，咱讲无私的方面，啊，无私的爱当中要照顾注意，啊，当然咱也无求回报，哦，啊，若常常有阵时啊，哦，咱讲心安理得，咱就尽其心，尽其心，尽着咱的本分，尽着咱的角色为主，哦，安尼拢明白啦，拢明白。啊，若有伊的时间在道场，哦，咱来做微细的工课，哦，咱做微细的工。变动也是姊妹，像咱的啥，金钱、时间、道理，方面的道理，咱拢会承受。啊，都互我讲，啊，咱老师讲，你无论做啥，拢有结果，拢有结果，但包括留得机会，只要你肯付出，都会有开花结果的时间，回归结果的时间，咱绝对来相信不讲的话，这是不讲的话，是我讲的，所以讲爱肯定的一点。你看咱这个成绩啊，对个部分，无私的爱，无私的奉献，你看，伊咧到尾啊，好后拢伊甘甜的，头一只咱头一只辛苦，是咱咧迄个话在以外，咱都头一只辛苦，到尾啊，你着咧甘甜的结果，还是安尼吼，叫咱人生同款啦，只要咱有肯付出，就是咧得不歇歇，伊有咱总有开咧结果的一天。你也是为好啊照顾，拢会收过啊，同款啊，所以讲咧，地位有咱遵循着，遵循着天地一个法则在行，咱人嘛是爱遵循着这天道，天道理，其实你看了咱人就是安尼，所以讲咧，以后咱有迄个甘甜的甜的，看我们怎么栽，怎么培养，怎么培养吼。你改变，你也会爱做家己。我较早来讲的是讲一个修行可以改变了，真正。好心立志，天命先，只要咱的心绝对会当改变，只要咱有方便，豆豆啊都会改变。所以讲呢，你改变了。
刻法的，就是刻见闻。然后疏悟两见闻，修行在个人，修行在自己的。讲疏悟你要点修行爱刻法的呀。哦，不是刻法人呢，当然刻见闻的时，老师嘿，他也要会记，就是这个，哦，你先等来啊，我坐一等啊，免让你习惯才开口。哦，伊讲哦，老师我习惯做开口，老过年我嘛习惯做开口。刚好安尼，哦啊，大家无要阮厝诶人，拢无要对我心，啊，我习惯存咧钱，伊嘛是爱心，啊，不要有怨天尤人，啊，习惯打我们对立己，其实伊嘛是爱心，哦，不要看别人，看自己，换一个别个心，哦，换一个心情是真正，有咧修，有咧行，有咧行，哦，遐个是真正最重要，哦，真正心，所以讲要修，修分分就修。安尼尔，哦，其实呢，你改变了，真正是咱靠家己，哦，命是天注定，运是人所定，敢是安尼哦？运着爱靠咱家己，靠咱家己去开创，哦，咱个人的前途靠咱去开创，哦，到可能讲哦，若讲哦，若讲靠山山倒，靠靠人个倒，啊，靠家己上好，敢是安尼哦？靠家己上好啦。也是靠法人心，哦，靠家己想实在，想可靠，绝对袂使靠法人，哦，啊，当然，你修行正果，成就福德，无论是咧靠家己，哦，最主要咱老师咧，感恩慈悲开始，会得以为上好吼，啊，嘛做实在做实用，哦，伫咱现代当中，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都会当起来真正应用出来，啊，只要咱肯付出。